来呗，起，唱准一点喽。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，可惜你早已远去，消失在人海。唱什么？搞清楚好不好？陆军284部队，让您看高音界的极致，好不好？强强，哦哦，哎呦，强中之强，你个屁！来了，死死了都要爱，努力停止不痛快。下来不得了啦，我们的北摇娇，好不好？北强强，北强强。是，这个是称霸南北纵贯线夜店 DJ 双辣。我跟你讲，你这次真的要唱穿吗？哎呦，哎呦，哦拜托，哎，要飘，哎，要飘，你强强，你强强，强强，强强不能输啊，强强！我跟你讲，什么都可以，强强就不想输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哦。小姐，哇，哎，这两个，哎，这两个堪称是黑白无常，黑白无常，要五毛给一块，哎，要抓人了。我们没有讲好，我们没有讲好呀，我们是黑白。为什么宪哥特别疼爱他们两个？哎，为什么？他们最有艺人的特质，哎呦，对不对？永远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，没有一次看他邋遢的，哎，对不对？私底下也是，姚娇也是一样啊，对不对？两个很棒，真的。虽然说跳河是很久会喘，对不对？我真的最近心情真的很差呀，卡拉轰天了那么久，我的 IG 哦，第三组来了，封锁了，是吗？你被封锁，被封锁，怎么现在才被封锁？应该早就要被封锁了，对，是出点悲伤情歌，或许我们应该可以拿封锁，对，因为我心路历程是这样子，千万是六组，反正大家公平竞争呐，好 ，OK， 哎，栀子花，白花瓣，哦，这个经典，这个也是国歌级的啦，奶茶，奶茶，哎，太简单了，哦。明雄，你这样鬼鬼祟祟是对的，因为你后面有会偷看的答案，你要小心，后面有鬼，后面有两只大鬼。这个应该送分了啦。好的，知道。全场的女生请起立。是的，是吗？女生拿着您的麦，好不好？一起来演唱这一首好女生的国歌，好不好？没有在。后来，哎，我从小学。可惜你早已远去，消失在人海。后来，终于在眼泪中明白，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。哎呦，后来了哈。没想到打得好以外，歌也唱得很棒。阿咪老师给强强 solo 一下，副歌副歌，哎，后来副歌来来呗，起，唱主力点喽。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，可惜你早已远去，消失在人海。唱什么？不再。
今天刚好明琼老师在，请他教我们一下高音怎么上去。怎么冲高音？高音没高音了、哦。对对，带我音。其实高音是用丹田，丹田，丹田在哪里？丹田大家在这，三根手指头下面，手指这个地方，对，肚脐眼下面三根，对对对，肚脐眼，横的啦，横的啦，没有啊，横的啦，没有了，横的没有没有，那个是直的，横的啦，不是重的啦，直的你就是 Michael 喽，帮忙吸，高音上去了，对。死死了都要爱，哎，老师麻烦一下，死了都要爱，有哎，漂亮，超屌，来麻烦再半音，阿明老师，好可怕，死了都要爱，哎，有哎。而且他不是用假音呢，我想挑战，真的，来来，我挑战，来，请起立，好好来，半音班，自告奋勇，死了都要爱，不淋漓尽致不痛快。OK， 哎，他唱的比你好，来哦，人家是演员，哎，老师你要挑战，小张宇，他声音很高，他声音谁谁。好，学府挑战，推来推去，好，半音，死了，唱下去，好烂，张老师，张老师加油，张老师，阿米老师，死了，哎，阿贝啊，我也把你的 key 不对，对，人只要愿意认真，这就不错了，好吧？让您看高音界的极致，好吧？强强，哦哦，哎呦，强中之强，你个屁！来了，死了都要爱，不离尽致不痛快。你好，我这是沧桑的唱法哦。哦，很好，很好。陈千文来，你的机会来了，你的名字好，我想听你的。死了都要爱，不淋漓尽致不痛快。恭喜今天的冠军就是陈千文，谢谢大家，谢。好，应该再挑战自己，现在你已经第一名了。好，再半音，好，半音来，阿米老师。